我这边要特别点一下，林湘的爸妈在哪里？他们很害羞在那边。哪里？我们还有我两个妹妹，我们出动全家了。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吗？耶、yeah! ！嗯。姐姐跳啦啦队，你们是支持的吗？讲话，有麦。讲话，姐姐好凶哦，姐姐的气势。林湘和两亲妹长不太像，全家到场应援，还超派喊讲话。今天心情是很期待，因为这次我觉得我很用心带这个表演，然后很想要把这个表演的华丽感送给大家。然后我今天号召了，就是我全家人来，所以今天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表演。林湘全家人都到场加油了，最新一集《炸裂吧女孩》第三次公演，能不看吗？这一次四队分别采两队结盟的方式进行表演投票，而林湘组的蓝队和吴昕缇为首的红队进行合作。我这边要特别点一下，林湘的爸妈在哪里？他们很害羞在那边。哪里？我们还有我两个妹妹，我们出动全家了。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吗？耶、yeah! ！嗯。姐姐跳啦啦队，你们是支持的吗？讲话，支持。有麦。讲话，姐姐好凶哦，姐姐的气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因为我妹有小孩了。哦，她在养，就是带小孩。好，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家人愿意来到现场，我觉得是一个最棒的一个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。感谢像投给的女孩，我觉得她今天表现得很好，然后在我心目中很亮眼，我要投给林湘。啊，林湘，她今天就是有勾住我了，所以我想要把这票投给她。我们三次公演里面，你的排名都不是那么出色，哎，那这一次已经冲到第二了。对，因为我这次呢有邀请我家人来，所以我保底四票。不过我觉得我很重视这一次的表演，主要是因为这次是跟红队一起练习，让我觉得整个表演非常的精彩，然后也希望不要拖累到别队。